同学们，你们有玩过农家乐演化论跟历史巨人吗？你喜欢玩返校还愿跟戏生吗？在 play 历史游戏时有体验到历史的趣味吗？那你想要创作一款属于自己而充满趣味的桌游或电玩吗？嘿嘿，一点也不难，同学们，来薄荷力哉，东华摩克斯全新推出历史游戏林与一，由东华历史系潘宗义老师以及资工系陈敏旭老师携手打造，结合历史游戏设计与简易程式设计 App， 让你实现创作游戏的梦想。这门课也透过游戏与实作，让人文社会科技的同学们觉得程式设计一点也不难，也让理工商管科技的同学们发现 Replay 历史的乐趣。大家也可以一起合作，应用程式设计创作自己的游戏。透过这堂课程，除了可以培养自己对于历史的逻辑思考与想象力，还可以透过游戏来学习基本的程式设计。历史游戏零与一，游戏做得来，程式 App 用得出来，大家乐开怀。